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画一张清风亮节。画竹首先立好干，大竹排笔用中锋，先蘸淡墨两边浓，浓淡粗细有变化，竹干就有立体型。画竹节时要提顿，小枝出在竹节上，前后竹干要分明。竹叶画法像写字，人界分各有重人，行笔时暗有虚起，粗细宽窄要适中。浓淡干湿掌握好，画竹长练就能行。几个淡叶来衬托，两只麻雀竹林过，边看边聊边唱歌。清风亮节就画完，喜欢点评加点赞，谢谢了。